疼了我就身体在乎，那我这淤血啊谁发了高头。第四个了啊，叫腔骨。传统的做法啊，活个搿火啊，一定是活个啊，摆进去，高度的白酒，姜末五克左右，那个什么扣牢子，哦哟，解压了不得了，搿能滴一滴啊，那一滴了昏过去，20到25毫升的南乳汁，吃醉蟹多下来的料，舀上个20毫升，花雕酒5毫升左右，糖10条羹20克。这个现在很流行，纯植物的松松仙，1、2、3、6克。这个白酒啊，跟这个水啊，我们要给它逼干净啊。但是啊，逼干净归逼干净，不要再去洗了啊。那把这点水全都逼掉。香菜慢慢滋进去。记牢啊，做腔火锅啊，不要去买老大的，就是要买了小点，搿火的味道杀得精。紫乌龙淋上去，准备上菜喽！陶醉厨房，你的厨房百科。